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，301集。只是收一束花，不会耽误多少时间。高竹清反问道。收花是耽误不了多少时间，最怕的是心散了，满脑子都是约会和男人，那怎么能集中精力工作？高竹清回答道。难道龙田的职工都不能谈恋爱？公司好像没这条规定吧？是没有，但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工作，一个新人怎么能跟那些老资历比？你说是吧？顾总，您日理万机，还要管我的事，太难为你了。龙田这么大一间公司，我相信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等着你处理吧。随随便便一件事都比我谈不谈恋爱更值得关注，不是吗？高竹清看着他，眼底涌动着一种很深的情绪。